的中轴线，它等于是盖在这边的中轴线上面，然后坐西朝东，跟中轴骨的坐向一样，面向那边。所以呢，如果要正一点来看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它的正面。所以我们现在站的位置看过去就是这样子。以前你看站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画面，就是这个画面。这样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它就在我的身后，所以你们站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样子，几十年前看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应该站在这个楼梯的这个，不对，应该站在这里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，在这个边边上，它的这个的中轴线刚好差不多是这边一半的接近中间的位置，接近中间。这是另外一张，这张拍的不能出去乱传哦，会被告哦。